槿真 Pontian 位于马来西亚半岛的最南部柔佛州的西海岸，是一个以海产闻名各地的鱼米之乡。它的名字来自马来文的廷博 Berhentian， 地势低平，为马来西亚最大的黄梨产区。县城小槿真位于西海岸中段，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说的地方。在这个看似废墟的环境，有着一户还居住在那里的人家，他们拥有着与大家不一样的故事。由于政府征收土地，旧渔港被迫搬迁，就连靠岸的居民也受到涟波的影响。之前居住在那里的人都逐渐搬迁，但是我们故事的主角阿嬷却仍选择住在那里，住在她最熟悉的家。我们故事的主人翁阿嬷名叫林淑华，今年80多岁，已经住在这间家超过40年之久。据阿嬷的分享，她说之前这里真的很不一样，人还有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。规定的有一套无蚊在这厝，定定安尼过年咯。我顶摆，我顶摆那是阿德厝，我家己做。哦。顶摆那是阿德厝的，棒棒的，安尼。老爷老爷的，点点老火，顶摆我多多多嘛，咸水，咸水，咸水，遐个当今大家度假村那边啊，哦，顶摆是遐，一阵高兴去水池咯，啊，我系搭过来，土海才搬来，一到水池拢无海的啦，敢那山顶安尼过来，顶摆人来，做鱼，好，诶，这里进红来啊，我上面。安怎会换来土海？伊讲伫个土海，伊讲无趁，趁有钱。我若像你嫌艰苦，体袂肯就开过，艰苦。干嘛？这道开了偌久？嗯，呀哈，这道，你听着吼，即阵时该土不都拆，有人三人拆，你也拄剩两间无拆。啊，你该土准哪有搬袂使拆？你准过这道啊，所在过咯。连地会拆啦，差不多明年。面对政府的压迫，阿嬷满脸只有无奈与不甘。所以阿嬷现在就是一个人住人这边啊。我这阵啊，这阵有时无人，有时过多，有时可能大家海转来，什么来倒坐啊，大家嫌凉就来坐。反正大家去做工，包括那个买件做工那个啊，也是突然去才去的。这老人家回答不起来，都算小啦。哦，这个还算小。一定在新加坡做手表。手表。也是。手表。这样在看来多。伊当今做伊，伊新加坡有放外查某囝的，个外省做，伊当来过这这边过。一过你无过袂使啊，当然。啊，先得做员工咯，先初先。支持他做这个工作，啥？支持？哎呀，他暑假咯，他爱做什么？少年哦，人袂甲人斗做，人暑假爱做什么？什么？阿嬷其中一个儿子原本在新加坡工作，后来他看见自己家乡的需要，就回到槿真开设了鱼浆厂，想要帮助渔民，同时也转换工作跑道。会做这个工厂也是为了要提升渔民的素质跟收入。我们的鱼每次被巴萨控制了它的价钱，也就是说你今天的鱼可能你捕100公斤，他跟你讲2块钱一公斤，明天你捕1000公斤，他跟你讲1块钱一公斤，可能你后天捕
2000公斤，他跟你讲这个鱼我只拿你1000，其他的我都不要了，你们拿丢掉吧，你拿去喂鱼吧，懂不懂？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去想办法去搞了这个厂，就是为了顶住那个价钱。不过我们现在也头疼，我们顶住了这个价钱以后呢，可能有些渔民也不是很合作啦，懂吗？他从1块钱卖到2块钱了，他现在会跟你讲，哎，现在那边是2块1啊，2块2啊，比你多2毛钱，就是说哪里2块我就卖2而已。他不知道说我们为了顶这个价钱，很辛苦的办这个厂，懂吗？当然办厂其次是会赚钱，对吗？不过 main thing 我们办这个厂，就是因为那个价钱掉的关系，我们在办这个厂，所以也是有很多不合作的人啊，懂吗？哎，老德现在也做得很辛苦。开设这家鱼浆厂，除了面对做生意的辛劳，还得面对其他渔民的不配合。在同一时间，他们也面对着渔港种种的隐患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水流。新渔港的海水无法流向大海，导致蛀虫大量的滋生，进而破坏船体，威胁到渔民的性命。到现在他这个码头做好了，他的设施水是我们自己出钱的，插这个木材我们自己出钱的，连他说他做好了给我们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是做了一个码头这样而已，我们这些是自己出钱搞的嘞。单单那个水，一个码头要花10000块钱的水，10000叫人家拉这个水10000块，一个码头10000，五个码头花了50000，是我处理的，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出钱的，连插这个管也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出钱的，一个管要4000，你看插了几根管，一根管4000块，你看他插几，私人发展占用了我们的地，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个设施完善的做给我们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没有电流供应，他现在只是说要我们进来以后才来给我们电流供应。没有电流供应的意思是没有灯还是？对呀、像我的渔船现在停在这边，有需要电，我没有电可以用啊。我必须要去找个发电机啊什么的，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咯，对吗？不过在一个合理的搬迁情况下，你应该弄好这些设施给我们啊，而不是说你们要赚钱啊。连他的桥已经是坐在这里了，因为费用太大了，所以他就遗弃在里面啊，就是因为商业利益的关系啦，可能坐这里要花个1000万的，去里面才花100万，他要把设计蓝图改了，改去里面了，这样子咯。我们希望说这个渔场现在跟人家租了，能的话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帮忙，找一块比较好的地点去建设自己的厂房。因为毕竟你跟人家租了很多东西，你做进去了以后呢，改天你要搬你要拆，那个就是亏损的，拿不回来了啊。所以呢还有的等啊，连现在马来西亚的货币真的这么小，是吗？有跌无声，所以很难啊。我们赚的钱太慢了，它的物质在通货膨胀太快了，我们跟不上它的脚步，所以很辛苦哦，还有点时间哦，慢慢。在笨珍，也有一批年轻人将网上销售加入了笨珍的渔业当中，他们开设了一个网站，让那些顾客可以不出门就能订购新鲜的鱼。接到顾客的订单，他们将会到渔场去选鱼，经过加工处理以及冷冻后，再将其寄到顾客的手中。由此可见，渔业与笨珍的每一代人都是紧密相连的。老一代为渔业搬迁，后来又为了渔业放弃原本的高薪工作，甚至到了新的一代尝试创新，替笨珍的渔业加入新的元素。渔业是笨珍的源头，渔港是他们强大的港湾，它与笨珍人紧密相连，生生世世，世世代代。